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了，2月27号，北方不用等，8:48，说白的是4:15，北方最久沿线芙蓉的，因绿色呀，三分钟就买新圈的。北方快到了，西航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北方站快到了，8:49，北方站停了。好，准备开启车门。你说有没有很漂亮？吴声浩。你说对，阿里山那个，这才叫火车嘛！台铁都没，台铁都不会设计，对，没有啦。你想车玩什么啊？北纬啊，超热风暴啊！他们要去哪里？那他去哪里？还在讨论当中。哦，若平月花在那边第三月台，再下去，然后到第三月台平西城。C23是数阿巴特就沿线数，那单子用百。然后509圈了，他说台湾终于有救了，是吧？什么日本的？他来台铁轨距离。那我靠你！没有，有一个可以救得了。Please go to platform three. Platform three. Platform three, upper. You platform two, upper three. 好。最后一节课，邀请老师二线的。935圈呢？准备好。8:51。好，西国是北部发射救援现场芙蓉。关闭车门。给你收押三分钟就完成935圈。瑞放，瑞放，那关闭车门。拜拜，再见啦！935圈的4:55北发车就沿线上芙蓉了。Andy 收押三分钟就把影圈的8:52在洛阳站驶离了。C23用509，嗯，在洛阳站停靠，该自然就没了。